我现在看到很多印尼的同门，他们都纷纷的来提携哈达，都是今天的主旗者。我们现场看到，我想跟他们先打一下，哈达拿高哈，然后骨头低哈。要不要跟着我的镜头出去稍微绕一圈，我们再回来看一看，我们看看这个阶段这个时间的主席者的队伍。左手边，哇哇，谢谢，真的是很长的队伍哎。师姐好，师姐好，你好你好，哇，金英好，快乐，新年快乐！我看到世界各地哦，哈尼巴又，哈尼巴真的是很辛苦哦。我们的翻译哈尼巴呢，他现在很多工作。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就是迎新年快乐。哦，这个有习惯台湾的气温吗？习惯，习惯。好，印尼也比较热，对不对？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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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徐师姐，哎，要全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哇，我们的这个大护法，我们这个师尊卢胜彦文吉在印尼能够这样子推广，都是靠曾耀全师兄哦，大家的努力啦，啊，就是你啊，而且大哥每一次的这个活动都是你赞助哈、哦。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这个推广师尊文集，真的是非常感谢孙耀全师兄，谢谢谢谢啊，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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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队伍是很长的，你好你好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到很多很多这些发心的同门。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能够当主起者呢，其实来参加的话都一样是能够得到法益。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哦，所以这个队伍真的是很长哎，排到外面来了，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好你好，大家都有福了，看到今天这样子的盛况，所以呢就是这个阶段，嗨嗨，后面这边也是对不对？哦、对，抽签收牌子，在收牌子，所以呢，这个是透过荧幕这样也可以看到师尊，所以我在这个位置还蛮好的。所以师尊在这边献哈达，然后这边呢是排队，哦、师尊在那边接受献哈达，然后这边呢是主旗者的队伍。老师好，老师好。哦，这个队伍真的很长哎，大家看到了吧？你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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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哎，还有哎，哈喽，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快乐！嗨，快乐 ！Hello， 师姐。嗨，你们好，你们好。新加坡很热哦，你们受得了吗？衣服有代购吗？有，有代购啊。还好。啊、哦，帮我跟那个尾田问候一下。好。欢迎你们。你好，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你们好，你们好，哇！哇！蔡师姐好，哟，小朋友，你好 ，Hello， 嗨，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嗨 ，Hello 哈 ，Hello 哈，我们很开心听到可以参加今天的法会，很舒心哦。对，当然是英国的。对，英国的美女啊。对，美女from London。谢谢啊，谢谢。美女好，谢谢你那么贴心，这么 sweet。来，姐姐。嗨，你好。嗨，姐姐。哦，我也希望像你一样强壮啊。可以的。哇，这个手会酸。好，你们好，你们好。嗨，姐姐好，姐姐好，谢谢你们。大家真的好有福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好，你们好，嗨，小心，嗨，哇，你们是从澳洲来吗？对，纽西兰啊，纽西兰啊，这个澳洲，哦，这个澳洲，哇，都是莲友法师带的吗？没有，哦，也是澳洲，哦，澳洲，澳纽，哦，澳纽。在这边真的是，我们每一年就是靠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这样子聚集啊，不管是纽澳还是澳纽哈。这个，哎，这是郑州啊，澳洲，这也是你们度的对不对？他本来台地班的也是很积极的。Hello， Hello everyone， Hi， Hello， good to see you again， Yeah， welcome，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come here， Taiwan？No, 10 times maybe. Huh? He come all the time. 是吗？ Maybe already the 10 times. Oh, okay. We follow Living Buddha. We follow Guru. Oh, 所以他是在你们的那个你妈妈对，才礼拜对。所以呢，真的是你妈妈呢没来吗？她没有那么自由，没有要工作，所以我很幸运了，很幸运哈、哦。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但是兄也欢迎你哦。嗨，你们好。吃早饭，你们好，你们好，嗨，哇，耶，小朋友好，害羞哦，嗨，我们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好，嗨，秋燕，嗨，新年快乐，嗨，嗨，你们好，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队伍啊，真的是，我们整个这样绕一圈呢。所以这样子的限哈达的时间，你们知不知道人这样整个 一圈这样子很长很长？对啊，你们知道吧？知道啊。现在你们排到这里可能要等，我就慢了两分钟就排了这么久。你才慢了两分钟，两分钟才慢了两分钟，就已经排了这么远。就是说你没有抢头香就对了，是了才两分钟就可以。忽然你就挤到这么远来，对啊，所以今天这个主席是非常踊跃的，是。谢谢你，就是上一次有一次那个陈家宏的那个家属阿公过世，然后法师拜托你，请师尊超度，就是我拜托的。哦，真的很感谢你。哦，那现在状况过世啦？对，就是一切都圆满，后事都圆满嘛，哈。是很蛮圆满的。哦，然后我是有准备巧克力，上次是有请法师，因为法师他说要给你化妆品，然后哎呦不用，不是我们已经都付钱给他了，那个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人帮助别人从来不会记得帮助什么，然后请不要送我礼物，真的谢谢、这样子、谢谢帮我告诉他。谢谢，心领了，谢了。但是因为昨天实在太忙了。没有，没有关系，我心领了。
我知道，不是，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忙，心领了 ，OK？ 你帮我告诉他，也祝福他。我帮助大家都是我非常乐意的。啊，真的是很感谢你，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只收现金不收卡，所以就只能这样子拜托。OK OK， 好的好的，希望他一切都好。OK， 谢谢。好好，欢迎你，欢迎你。好，所以这个，哇，迟了两分钟就队伍就将近这样子，好几百人呢。所以我们再往前面看，看看现在在整个师尊在进献哈达他们供养师尊的部分呢，这边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同门，他们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而且他们也都非常高兴有这样子的法会呢，才能够让世界各地的同门呢都聚集在这边。所以你看看啊，刚刚他说晚两分钟就排到那边去了，你看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长的队伍。那现在已经快将近要吃中饭的时间了，所以呢，刚刚连月上师也讲，今天的整个活动的流程呢是时间上面必须要控制得很好，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入场，找到座位。那也不要忘了，如果在身体上面有什么比方说你是不能够饿肚子的啦，你胃不好的啦，这些饼干呐、一些必需品呢都要准备着。因为一场法会下来呢真的是时间蛮久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们如果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找我们的义工，我们也有医疗组可以让大家能够得到服务。所以呢，整个中观堂他们的义工，他们为了筹备今天这个活动呢，他们昨天是没有办法去台湾雷藏寺参加密集金刚的法会，那么会再找时间帮他们做灌顶。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看到午安了，现在不能讲早安是，现在快午安了。好，我就喜欢拍美女，过年好，我就喜欢拍美女，我就喜欢拍美女。进行的是进献哈达这个流程，那之后呢，等一下还会有媒体的专访。那我们看这个舞台上面的设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卡片，它都是一本一本都是师尊每一本著作的封面，是非常特别的设计。
点。断了，断了。
用餐，不是还有吗？有，先用餐。那他这。